叫努尔弗利，我是一家精品店的员工。我在这儿上班两年多了，刚来的时候经常回厨所，经常回吧，价钱解锁，销售也不太回，那个时候做的不太好，有点力不从心，当时想过要放弃，但是觉得还是要努力，每天下班最后一个走，趁那个时间熟悉商品的位置和价格，有不懂的就向老板娘请教。我们店里会有很多小商品需要包装，我不太熟悉，就自己回家联系。服务这一块，我保持笑容，主动上前介绍我们商品，问顾客需要什么，根据顾客的喜好推荐合适他们的商品。今年店里来了两个新同事，在他们身上仿佛看到原来的自己，所以我都会主动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尽快熟悉业务。我的工作得到了老板和同事的肯定，现在晋升为店长了，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。奋斗出来的生活最美丽。